刚子讲故事，刚刚有意思，欢迎收看故事刚刚好。大家好，我是刚子。上周啊，咱们给大伙儿讲了一部经典的情景喜剧，也是国内情景喜剧的开山鼻祖，我爱我家。妈，今天演出都谁去？全是大腕儿吧，也就是阿敏、阿宇、阿英、阿东、阿欢、阿庆，哎，就甭老想吃想喝了。你还别说，就剩下这部分机能还正常。说我爱我家刚开始播出的时候吧，口碑不怎么好，首播呢就播了6期，就紧急给叫停了，甚至有的媒体啊把它评为年度最差电视剧。但是这部剧啊可以说是低开高走，打这之后呢，每一次重播都是口碑爆棚。这一晃将近30年过去了，它不但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成为了老中青三代人的经典神剧。这位是我公公傅明同志，这位是我爱人治国，那位是我弟弟治心，这位呢是我妹妹小凡。什么两口，我顶多也就是个通房大丫头，哎，白天里里外外忙活了一天，晚上我还得陪主人睡觉。哎，这不难低头吗？不啊，这么讲吧，这个凡是点着了能冒烟的，除了导火索以外我都瞅见。公安局出来你就送我上安全部。你真的出卖情报了？您安全部出来您顺便。那你还出得来吗？你你说你挺大一小伙子，往那儿一戳吧也一人多长，你往那儿一坐吧也半人多高，你说你往那儿一蹲吧远远一看也是个人，你说你往那儿一趴吧，怎么一大早上起来你就让我满地打滚。那除了我爱我家呀，还有一部情景喜剧和他这个命运非常相似，就是开播的时候大家也都不太看好，结果呢越看越有味儿，越看越爱看。就像我有一同事他说的，说有时候啊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这部剧，哎，听一听里边主题曲感觉就很提气。那么是哪部搞笑的情景喜剧竟然能成为年轻人的这么一个励志剧呢？铿锵阿敏的 music， 欢声兄弟，山最高，有爱像快他与我爱我家并驾齐驱，成为又一座巅峰。留不住你的血，也要留住你的人。要是人也留不住呢？他是对武侠剧的颠覆，是中国情景喜剧的突破，是同期开年大戏的收视冠军，却出自影视基地最穷的剧组。他是道圣，我就是道圣的夫人。一间同福客栈上演嬉笑江湖。本期故事刚刚好，听刚子讲述被低估的经典之《武林外传》。十万群山，一瓶好药膏。这里是广西的十万群山，也是葛洪药膏的天然药材基地。哇，这去年了吗？真是好药材啊，这个。这种是叫红药，它已经是5-6年才这么大。这个果香很好哦，已经10多年了。葛洪药膏所用的药材大多采自广西十万深山，地道野生。葛洪药膏只相信药材好才有好疗效。一斤药浓缩2两膏，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腰痛、腿痛、关节肿痛，葛洪药膏试一试，心悸气短、失眠多梦、尿频，10种常见病症，葛洪牌桂龙药膏值得试一试。麦香七味快，全球销量领先，健康非油炸，吃盼盼看冬奥。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这个主题曲一响啊，我估计就能唤起大家伙的回忆。对喽，就是这部啊江湖故事《武林外传》。虽然说听着名字很像是一部武侠大片，其实啊它是个地地道道的搞笑情景喜剧。死曾经约过，到底谁呀？低调低调，搞掉搞掉！我是龙之心的侄儿，苦海无边，我欲从事暗案。
按佛家来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法无边，普度众生，生生亦何欢，死亦何惧。据说明天有雨。我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唐诗，七岁熟读四书五经，八岁是精通诗词歌，25岁穷的连饭都吃不饱。不是吧？他才上小学，这还没有上过学。哦，上面有人。一般一般，老姐弟很丑很丑。亚姐弟姐，小伙能找前夫？那你不也看上佟掌柜了？就他那副嘴脸，变化之快，演技之高，在我平生所见人当中，只有青霞和曼玉能与之抗衡。谢谢关心哈，红鼻子岛上那是应该的，饲养书生。就是你娘的肩膀，不许骂人。这就是你娘的肩膀，你还骂？这个粉雷肩膀不是你娘脚的吗？娘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原来是您口重。娘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原来是我不爱动的。《武林外传》刚播出的时候也不被看好，可能也是啊，因为这个内容和台词啊过于前卫啊，这个很多这个老观众啊一时接受不了。后来经过了一段缓冲期之后，一路飙升啊，成为了另外一部经典。这两部戏啊可以说是一对命运多舛的难兄难弟。要说起来呢，《武林外传》的导演尚敬，他原本也是这个英达团队当中的一员，这闲人马大姐这部剧里边他还出演了这个马大姐的邻居何荣生，大伙儿有印象吗？啊，爱情啊它也不是人生的全部。少给我提爱情，我现在对爱情充满了意思。尚敬后来因为拍了炊事班的故事这一系列崭露头角了。像抽筋，手指像抽筋，脚蹬，脚蹬钉子布。打什么碗了？卷。什么卷？鸡熬脚。啊，干什么呀？就算我长得像展堂，也不能这么看呢。你要是像展堂，那我就成了我的神了。展堂上。谁？小胡上。没过多长时间，这个《武林外传》就横空出世。深得年轻观众的喜爱。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嘿，跟我爱我家一样，武林外传作为这个经典的情景喜剧之一，在拍摄期间最大的问题也是那个字儿啊，穷。穷到啥份上？当年拍这个武林外传的时候，剧组在影视基地被称为叫最穷剧组，就他们这组。看过《武林外传》呢，可能各位都会发现哈，同福客栈这个大厅，他总是从左往右那么拍，总是这么一面。你没看过这面吧？为啥呀？闹了半天，同福客栈这边左面上面根本就没有墙，就那你一面能拍能用。老百姓真敢，真高兴的日子里，我怀着你快乐，所以我也快乐的心情向大家正式宣布，演出正式开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节目之烂，难过丑鸡蛋。我倒。别打了。你倒小心啊。谢谢。谢谢大家的道具，除了砸他们，拿五颗白菜来给他们。本次演出的压轴节目，金涛掌、碎大石，热烈鼓掌。你比如说佟掌柜，他这房间其实就是一扇门，一推门就厨房。后院呢，那是什么正德年间的古井啊？那不是什么井，这其实是井啊。恋人们说悄悄话的那个屋顶子，就是在平地上建的那么个台子。再坐近点嘛，再近就贴着了。贴到你天上。你眼红什么？喝酒喝的。你什么时候喝过酒啊？上个月喝的，酒劲儿大。好吧，我大概是有点太兴奋了。我也是啊。你说咱俩能走到今天，是不是个奇迹？是奇迹。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俩的共同努力。那你说咱俩以后还会不会吵架？会，除非你把脾气改了。凭什么我改？你为什么不能改？总之吧，反正这个布景这是要多简陋有多简陋，而且呢不光是场景简陋，
你包括剧里边所有人吃饭呢，这个饭菜什么馒头啊、炒菜呀、猪蹄儿、烧鸡呀、这些东西啊，其实呢真就是全部演员们真正的伙食，就这个。所以说在拍吃饭的戏那些镜头的时候，你看那个演抢菜这个桥段那才那么真实，那真抢啊，那要是不抢的话吃完了真就没饭了啊。我都没吃饱，我给你饭就没办法吃了。你不吃，你的馒头给我。你来点桂皮生鸡。你来碗生猪油，通便。你来个鸡屁股，养颜。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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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大岁了还可以原谅。最可恶的是你们俩糟蹋粮食。其实呢也不光就吃饭这一方面，剧组连群演都请不起，你算算。大伙要仔细看就能发现，这个剧里边出现的这些个客人基本上来来回回呀、啊、都是那么几位啊，也就是换了换衣服换了换位置而已。人家天天在你店里吃饭，不是店里人。小安、小李、小柳、小邓、小齐，又换衣服又调座位，生怕让人看出是熟脸，容易吗？这哥几个。那咱们上次说我爱我家啊，拍摄这个资金少，导演请不起大牌的主演，尽量呢多找一些个明星配角来客串啊，给这戏增光增色。武林外传呢也在这方面选了相同的捷径，他的主角呢都不是什么大咖，但是很多的配角啊那都是大有来头。你比如说扮演钱掌柜的洪建涛，那都知道啊，那当时炊事班的故事里边的主演嘛，是吧。那你都吃啥苦了？惩罚考绝会算吗？一得一，二得二，二得三。这么简单谁让你算呀？他给我出的题是128乘以456等于多少，马上说。不知道。啪就一大嘴巴。这你也得挨打？这算好的。醒酒令知道吧？知道。十只羊，九只蹲在羊圈里，一只蹲在猪圈里，答案。不知道。抑扬顿挫。哦。啪又一大嘴巴呀。这还让不让人活了？这是我们家里的苦活累活都是我干，缸里的水都是我挑。那咱俩干的差不多呢。一个月都顿和粥没干呢。好不容易赶上昨天吃个咸鸭蛋，环儿就让他给扣走了。还有扮演那个白眉道人的林永健，那也是响当当的大明星了啊。我爹娘啊，你要干什么？帮我算一算我的姻缘。我爹娘啊，怎么都是算这个呀？哎呀，你不知道大龄青年苦呀。郭巨侠就是郭芙蓉他爹，著名的演员王学习。今天我要证明的是，这种所谓的爱情其本质就是一时冲动。年轻人内心深处那叫什么动，那叫骚动、冲动、活动、运动、悸动。对，什么意思？就是让人漠视一切，甚至是生命。有人还为他死，那叫殉情。我对慧兰一直有这种想法来着。我没有啊，那是不可能的。他们管这叫爱情，但我不同意。爱情是什么？是责任，是动力。对，是手拉手走过一生的勇气。很遗憾，我认为你们不具备这种勇气。那么这其中呢，最出彩的就得说是这邢捕头，是吧？扮演邢捕头的国家一级演员范明，那演技也是杠杠的，是吧？西夏的九品飞行捕头，邢捕头。当时死的？怎么死的？尸体在哪儿？现场在哪儿？你怎么不早说呀？有没有人证物证在都证？啥是邂逅？就是碰见，通常是指男女初次见面。亲娘嘞，你还有作风问题？他的这个丑恶行为，
只能用四个字表示：一言八十。再来四个：少奶奶命狂。好，终于糊弄过去了。亲娘嘞，说不定影响事。人和宇宙合二为一，感觉。接呢？馒头片，快点，好不好啊？邢捕头虽然是个配角，但是却是这个《武林外传》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其中呢，他承担了这剧里边一半的笑点吧，差不多是吧？可惜呀，他后来去了这个十八里铺了，大家都觉得很遗憾。我看网上也有很多有一个评论哈，是很贴切，说范明老师演的邢捕头啊，相当于煮高汤当中用的生姜，喝汤的过程当中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但要一旦没有他了，就感觉失去了一半的灵魂。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后期给他安排到十八里铺去了呢？姚晨差点与郭芙蓉失之交臂，沙溢为何看姜超演戏？高手过招不靠人气靠演技，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被低估的经典之武林外传。哎，你走什么？哎，你很可疑啊。哎，你眼神不对，神色不对。哎，你是不是有前科啊？哎，你是不是抢劫犯？你不站住，不站住，我可发动了，我卡了你。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后期给他安排到十八里铺去了呢？闹了半天这剧啊，拍到一半的时候，也是演员时间没协调好，跟范明老师另外一个剧这个拍摄时间撞车了，冲突了，怎么办呢？思来想去的，范明只能说和导演说再见了。那怎么办？你说，导演也没办法，说那就把邢捕头给写死吧。可是范明呢，还舍不得，说别介了，还是留个活口吧，啊，万一再拍续集呢？就这么的，导演就安排这邢捕头上十八里铺去了。十八里铺的韩捕头下个月就退休了，他们想在附近寻摸一个有威望有经验的老捕快。那他还寻摸啥呀？那不直接就你吗？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可他们先要考察一下，说是听听口碑看看素质。你说我都干了那么多年捕快了啊，什么风雨没经历过，还考什么考啊？考就考嘛，你的口碑又不差的。是，再说你那不都是些小毛病吗？哎，可人家不会像你这样想啊。我琢磨着，能改咱就改，要是改不了了，也得硬改。对，还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如果退休前，我能当捕头，兴许能涨点钱，分个房子啥的。哎呀，要最后啥也没捞到，那我这下半辈子就全靠你们了。佟掌柜，俗话说得好啊，狗改不了那啥呀，我这些毛病十有八九是改不了了。胡说啥你妈，你是谁呀？栖霞镇第37任紫衣老捕头邢玉森。紫衣捕头，好陌生的称呼啊，但是我喜欢。那和这些个配角的咖位相比，主角反倒就没那么出名了啊。但不得不说呀，每个主角都很出彩，毫不逊色。这其中这个原因，除了演员自身的努力和导演上镜他的这个慧眼独具这种选角都脱不开关系。你比如说上镜选这个姚晨，有刚出炉的新鲜瓜子儿，就给我买两斤吧。两斤？你吃了不怕上火呀？这就叫以毒攻毒，以火灭火。你快去啊！哎，必须是太原的薄皮儿瓜子儿，炒之前多放点大料，还有福州的桂皮儿和成都的花椒。没关系，我顶得住。这个啊，和当时这个主流审美是肯定不符合的。姚晨呢，甚至说投资方都看不好，难看，差点因为这个演不成。大伙儿都知道姚晨这个嘴有点大，是吧？其实姚晨小时候
就因为这长相经常被周围的人嫌弃，甚至说很多的剧组呢因为这个把他拒之门外了啊，形象上稍微差一些，就感觉不过关。你们说够了没有？呀，长能耐了是不是？还敢呲牙了是吧？还敢撂蹶子了是不是？哦，我忘了，驴不会撂蹶子。我忍无可忍了。老白，点他。葵花。你们欺负人。别哭了。江湖不相信眼泪。刚毕业的时候，姚晨在这个老家福州歌舞团工作，但是吧，这个日子过得太安逸，姚晨呢就从歌舞团辞职了，不干了，啊，说要北上闯一闯。但是他的北漂之路呢，却因为长相不那么出众，四处碰壁。那时候没戏可拍呀，每天呢就买买菜呀，做做饭呢。就在他对前途失去信心，想要转行，要想做服装设计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就下一步干啥了。导演尚敬一个电话打过来了，说演郭芙蓉一集1000块钱，干不？当时国内啊喜剧并不多，啊，也可以说不入流吧。这个姚晨呢，一心总想演正剧，他就觉得演喜剧那玩意儿多掉价啊，有损形象啊，所以呢他没同意，他就给拒绝了。后来在尚敬的再三相劝之下，姚晨呢才算是为五斗米折腰吧，啊，来了，终于同意演了。但是恰恰是因为初出茅庐、怀才不遇这样的一个姚晨，才能演出来侠女郭芙蓉的这股劲儿。闯荡江湖，什么都能丢，就是骨气不能丢。你们想糟践我的，只管来吧。掌柜是怎么回事？拿鞭子过来。你只管抽，只要跟我留口气就行。哼，我可真抽了啊！你可不要怕疼啊！我但凡要皱一下眉头，就不是芙蓉女侠。再累再苦，就当自己是250。再难再陷，就当自己是二皮练。与君共勉。你看他嫉恶如仇啊，而且不拘小节，一心想闯荡江湖。但是呢却又磕磕绊绊，被嫌弃说嘴大，也成了他特别有辨识度的一个标签了。哎哎哎哎，就是那个怎么样？不行啊，嘴太大了，我这个人呢喜欢嘴小一点的。那你还找小郭啊？不许有点遗憾呢，人生没遗憾还叫人生吗？你喜不喜欢？喜欢，但是呢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遗憾什么嘛？啊，那得问你啊，你都遗憾些什么呀？我没有啊，很好的，我对你100%、200%的满意。是吗？啊，你不是嫌我嘴大吗？咋能打得过大嘴吗？人家都已经赔礼道歉了啦，耳朵也让你揪过了啦，像怎么样了吗？你跟我好好说话，爷们一点。我这暴脾气，你想怎么着嘛呢？找错呢是不是？除了姚晨以外，这剧里边其他的这几个主角啊，也算不上是什么大咖啊。沙溢和姜超，他俩在《炊事班的故事》里边也有，也算得上是个主演吧。啊，这个于恩泰啊和闫妮儿虽然也是老演员了，可是知名度也一直不是很高。为了演好自己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说煞费苦心。咱就拿这个演吕秀才这个于恩泰，那他说啊，被自己所喜欢的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那也不能动不动就打人嘛。说，好，就算他是好意啊，他不能老是这样啊。其实我觉得小郭这人挺好的，是吧？又实诚又仗义。对，小郭，动不动就动手，一着急就上火，啪啪啪啪啪。A 型、B 型、O 型、AB 型全都有，太血腥了！这个世界暴力太多了，我们就是要反对暴力，我们这个戏的主题就是反对暴力，可他处处施暴。我现在一想到他，我就毛骨悚然，我甚至就感觉他站在我的身后。看见没？
是看不见的，我已经出现幻觉了。我们看见了，不是幻觉，是真的。他在开拍以前，导演就告诉他说呀，你演这角色吕青侯，这是一位神童啊，3岁识千字，5岁背唐诗，7岁熟读4书5经，8岁精通诗词歌赋。于元泰一琢磨啊，那我得好好做做功课呀、啊。他就真找了部《论语》，背呀、啊，背熟了以后呢，又捧起来这个《论语》精读，把这本43万字的书一字一句的都给研究透了，就是为了贴合这吕秀才的形象。大明律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条，凡于闹事，聚众闹事者。大明律第二卷第四章第29条。哎，行了行了，秀才，你脑子怎么长得太好使了？你瞅瞅，多敬业啊！哪成想啊，临到开拍了，他才知道，在《武林外传》这剧里头，吕秀才对于《论语》的运用，只有那么一句话，那就是“子曾经约过”。子曾经约过。去。子曾经约。去。子曾经约过他。子曾经约过啊。城外再约。前朝有位词人曾经约过。够了。秀才说的非常好，那么多年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得了，43万字白念了，你看。但是导演和编剧之所以这么折腾他啊，就是为了让他体验吕秀才这种怀才不遇的感觉。43万字不算白念，这一下子于元泰简直就跟这个吕青侯算是无缝对接了。子曾经约过，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举个例子，当我用我这个代号来进行对话的同时，你的代号也是我，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我，而我也就是你？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嘛。那就问几个有意义的。我生从何来，死往何处，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世界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世界？够了。我和宇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宇宙是否有尽头？时间是否有长短？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未来的时间又在何处停止？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吗？我杀了你，是谁杀了我，而我又杀了谁？是我杀了我。回答正确。动手吧。这算个什么说法呀？知识就是力量。那是说这个饰演白展堂的沙溢，还有这个演李大嘴的姜超啊，他们这经历就更搞笑了。你别看沙溢啊，现在说军艺校草是吧，但他接演这白展堂以后吧，总是导演总说他，说沙溢呀不行啊，白展堂风流倜傥，你现在有点圆润呐、啊、形象不过关呐、啊、不行，你得减肥。所以啊，每次剧组一开饭的时候，哎，只要是大家伙看着沙溢拿个盘子打菜呢，都得跟他开玩笑，白展堂啊，你不能吃了啊。最惨的一回，剧组大厨啊很难得的做了一次沙溢最爱吃的肉丸子，沙溢啊直勾勾的瞅这丸子瞅了半天，这个脑海里头就纠结，哎呀，吃不吃呢？吃胖，不吃馋，吃还是不吃啊，这是一个难题呀、啊、他正端盘子瞅着丸子正较劲呢，这个眼里大嘴的姜超来了，打旁边也端个饭盘子啊，从他旁边走过来了。沙溢不看他还则罢了，一看他呀更来气了。怎么的呢？姜超这盘子里头不光有肉丸子，而且不是一个，整整8个。哎呀，这给沙溢馋的羡慕嫉妒恨呢，瞪着李大嘴就问他，你那老些8个丸子能吃了吗？李大嘴呢抖了抖了盘子里的丸子，说了，哎呀，咋整，吃不完也得吃啊，导演嫌我太瘦让我增肥呢。当时这个武林外传剧组啊，早上你总能看到这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沙溢汗流浃背的做俯卧撑锻炼，姜超呢搁那拿着盒牛奶啊，
这边拿面包，在旁边监督他。哎，俩人也成了剧组一个欢喜冤家吧，算是。把骨头砸开呀，里边的那白汤，那叫一香，那叫一滑，使劲那么一吸。我不爱吃鸡腿，我嫌它油多肉厚，闻着香，吃着更香。哟，你倒真不客气啊。我是伤员，手刚好，不得补补吗？对，现在鸡贵着呢，30文一只，你自己掂量着办啊。哎，掌柜的吃。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姜超增肥30斤，沙溢减掉20多斤。可见呢，为了更接近剧中的形象，演员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啊！咱们这一说一过，当玩笑说了啊，这里边的辛苦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泪呀，止不住地流，止不住地往下流。二尺八的牌子，我脖子上挂呀，大街小巷把我忧。手捧着我窝头，彩礼没有一滴油。沙溢和姜超呢，只不过就是身体上受点苦，遭点罪啊。到了闫妮呢，那就更尴尬了。当时上镜导演找他来演这个佟湘玉啊，告诉他了，说你就照着这个《新龙门客栈》里边这个张曼玉，你就研究他，照这个研究。你走不了。闫妮在家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没想到导演这要求提高了，说你既要演出这种风情万种，但是呢还得不怎么化妆，既要塑造出八面玲珑，还得要演出那种抠门跟贪财，最重要的你还得是个醋坛子。闫妮一听这就懵了，他本来就没有多大信心能演出张曼玉的人家那种风情万种来，这一下子还多出这么多的情绪来，这你不要人命的吗？除了这些以外呢，导演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让闫妮得说自己家乡话陕西话。哎呀，这下把闫妮给难的啊，不是说说陕西话难呢，你想想塑造这人物说着一嘴陕西话，还得要风情万种这么一位老板娘啊，闫妮那段时间愁的呀，只做噩梦啊。但是不得不佩服闫妮人，最终还是把一个操着一口陕西话，哎，然后这种风情万种的老板娘演得活灵活现。这里是没有办法过了，过就不过，摔盆砸碗一拍两散。你皮不了脸，你干什么呀？你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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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离婚。不过闫妮演技没问题，但是她心理素质可不怎么样。这话打哪来的呢？她在片场里边啊，跟咱之前说的宋丹丹犯同一个毛病，她也爱笑场。这个上镜导演呢，后来也是了解她这脾气了，每回正式开拍之前，先说先等会儿啊，先让她笑，先让她笑个够，笑够了咱再拍。就这样，她还是总忍不住笑场。你就比如说燕六，她七舅姥爷来了看他那场戏，是吧？照顾好我七舅老爷，是不是？就这地方，闫妮就一直就忍不住笑。结果就这一场戏啊，拍了好几个小时，足足拍得有70-80条。坐着，坐着，把椅子摆好了。哎呀，快点，让着，让着，让头，靠这边，让我来比赛，靠这边吧。掉个头，往那边掉个头，把凳子放下来了。七舅。其实呢，这也不能怪闫妮，是吧？也不是说他不敬业，确实因为这个《武林外传》这台词确实太有意思了啊！你别说他呀，就导演上镜也是一样，经常一边倒着，一边在监视器后边还得偷摸笑着，是吧？你给推上去。那是这个《武林外传》的台词为什么这么搞笑啊？人生烦恼十字时，猴头猴脑猴爪子，猕猴马猴金丝猴，这王猴是个马猴子。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哪句台词是你记忆犹新的金句？白展堂、佟湘玉、郭芙蓉，剧中人物是哪些原型的合体？
请继续收看故事刚刚好，超越经典为何不易。经典台词 1, 2, 3, action。 我好会呀、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如果我不嫁过来，我的夫君也不会死，如果我的夫君不死，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如果不沦落到这么伤心的地方。别跑了。当时这个武林外传的台词为什么这么搞笑啊？这里边有什么学问吗？第一个，它这里边啊有很多是无厘头式的台词啊，一开始看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接受不了，特别能被年轻观众接受。当年《武林外传》播出的那些年哈，头一年嘛，几乎它是引领了这一整年的中国人的网络用语，比如说什么"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人在江湖飘啊，谁能不挨刀啊？挨了刀，吐一包，包你想挨第二刀，闪了腰，服一包，活到200。烟生我财必有用，有钱难买爷高兴，千金散去还不来，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首府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站在天堂看地狱，人生就像请柬券。子曾经约过，谁是子，哪个子，孙子还是儿子，没听说过。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我不否认、否决以及否定。女人心海底针，你就慢慢捞去吧。郭姑娘不贤惠吗？贤惠。先在家里什么都不会。其实啊，《武林外传》在台词的创作上别出心裁，也是用了大量的古今对比呀，还有这种跳跃反差这种东西，而且呢，用更丰富的肢体语言，还有更夸张的一些包袱，算是另开了一片山河。你比如说夸大人物的方言，白展堂和李大嘴说的都是东北话啊，那佟湘玉这一家呢说的又是陕西话啊，等等吧。你像那个燕小六的天津话是吧？80集的电视剧几乎把国内各地方言都涉及到了，啥事？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一刮风满园都是树叶，扫都扫不净；一小雨，那个净溜就反味儿，我心死了。是的呀，愁是愁的嘞，一塌糊涂，感觉也呕得出来。这个都不算什么啊。我跟你讲啊，最恐怖是这个屋顶啊！哦哟哦哦，在我他的风箱里面还都是耗子窝。Jesus Christ, so dirty place！ 不要再说了啊，方言、土语、家乡话还有洋文，人家钱夫人根本就听不懂。谈判的时候要讲普通话。钱夫人，我这个电视不怎么样，您要是觉得好，您就开个价；您要是觉得不好的话，我就换个人谈去。找到我的狗师妹。郭芙蓉，狗师妹，九师妹，他们不分九和狗吗？这桌子够结实了吧？瞧好了啊！嘿，咋？妈呀，咋一点事儿都没有呢？咋？这说没事儿啊？你手哪肿呀？手肿正常的，上层武功都这样子吧？大嘴。这样的安排，首先就打破了这个地域的界限，是吧？不光说削弱了地方色彩，而且呢，几种方言巧妙地搭配在一块儿，也会起到更好的这种幽默的效果，产生一个很好的碰撞。另外，在古装剧里边融入英语，这也是产生意想不到效果的这么一个手段。你比如说吕秀才吧，那是一个明代秀才，但是他这个语言当中呢，时不时的冒出点英文来，啊，给观众带来很多无厘头的笑料。I'm really wrong from the beginning. I should not be married. If I'm not married, my husband will never die. If my husband haven't died. 我这乱糟说啥呢？这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如果我不嫁过来，我的夫君也不死。如果我的夫君……你咋知道是这句呢？因为我这句台词得不得不最经典。甚至还在古装的场景里边插入了很多架空的穿越。当然武林外传呢也并不是完全就架空啊，在剧里边每一个人物那都是能找到原型的，比如说佟湘玉，她的原型刚才咱说了，新龙门客栈里边风情万种的那个老板娘金湘玉，老白白展堂原型那大家听书都知道，三侠五义里边锦毛鼠白玉堂啊，玉猫展昭，结合这俩人物，书生吕青侯，爱看武侠的都知道原型啊，古龙的《楚留香传奇》里边的左青侯，他的这个官配女友郭芙蓉呢，那就是金庸笔下的都知道郭芙
啊，黄蓉结合呗，啊，这结合体。说到这儿啊，大伙儿肯定就得问了，这《武林外传》呢，不仅是这个借鉴了武侠小说，这部剧本身它也讲了一个古代的小江湖的故事。那《我爱我家》呢，是一部现代的家庭剧，情景喜剧那么多，怎么就偏偏这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这个剧，被推为神作了呢，奉为经典了呢？又为什么后来再也拍不出来和《我爱我家》和《武林外传》一样的情景喜剧的经典之作了呢？其实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都能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论是《武林外传》还是《我爱我家》，这两部剧虽然说没有钱，啊，但是主创人员呢，心都非常热，不管主角还是客串，不论是导演还是编剧，都想着把这戏拍好，哎，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使。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拍不出经典呢，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剧本不好啊，也不是说演员没找对，也不是说投资没到位，关键就是心思在不在戏里边，用没用心啊。如果说注意力能够完全放到作品上，那又怎么能够强求创造经典呢？是不是啊？面子面子面子，他们要的是面子，可他们丢掉的恰恰也是面子。你问问他们，这些奖品他们真的需要吗？他们缺这两个钱吗？为了这个可有可无的比赛至于吗？切！参加比赛靠的是实力而不是面子。麻烦状告他们，既然敢比就不要怕输，靠这种卑劣的手段，即使赢了心里能舒服吗？这种奖品拿回去有意义吗？这种虚招子骗得了别人骗得了自己吗？我爱我家和武林外传可以说都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刚才就觉得啊，我小时候就看这个我爱我家，像这样的情景喜剧啊，看的就是个热闹啊，一遍一遍你就发现了，这里边啊远远不只是欢声笑语，这也是为什么这两部剧能够低开高走的一个原因之一。你看似不太正经的这么几个人，其实呢他们谈论的都是情怀，聊的都是各种人生啊，这就是高级的喜剧，不仅会让你开心，更会用内涵带着你，让你走心。怕死？你练武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愿意练吗？我那都是小时候我父母逼的，如果没有他们，我现在说不定已经成了一个画家。我的宿命是当一个女侠，不是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小杂役。我吕青侯，三岁会剑，岁背唐诗，七岁熟读四书五经，八岁精通诗词歌舞。我还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我连写小说的本事都没有，我活着干嘛呀？死了，让我死了。哎哎哎，还有我死了。为啥偏偏就是我一个人？你说江湖那么大，那么多姑娘，咋就没一个是属于我的呢？那谁能没个倒霉的时候，是吧？以后别再干傻事了啊。你要真对我有意见，你直接跟我说，我争取改。咱俩争取一辈子都不吵架，一辈子相敬如宾。这水里的月亮啊，漂亮是漂亮，一碰就碎了。奇妙嘞，我以为奇迹会出现，还有那么多的好事。人生就是这样，苦和累你总得选一样吧，哪有什么好事都让你佟湘玉一个人占了，有吗？但是韩卷为啥又不苦又不累呢？人家的苦你也未必知道。从1993年到2006年，从我爱我家到武林外传，情景喜剧界遇到惊喜新高潮用了13个年头。就正像《武林外传》里边第一集佟湘玉安慰这个初入江湖的郭芙蓉说的那么一句话啊，20年快得恨，贪值一回减啊。到如今距离《武林外传》首播转眼又十几年过去了，是吧？这个情景喜剧新的惊喜又在哪儿呢？刚才和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好了，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故事刚刚好，咱们下期接着唠。
盼盼麦香鸡味快，全球销量领先，健康非油炸。吃盼盼，看冬奥。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嘴上说的甜话烂嘴，大道理一套一套，做起事情来啥都不会。时间一长，再会信任你，提拔你。幻境再美，终是梦，珍惜眼前。一辈子很短，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可这种心情很长，如高山大川，绵延不绝。只要你愿意，我会带着你一起守护孩子。守什么寡？你好歹都嫁了一回了，跟我呢？你嫁给我吧。现在心里不乱，你让我回去想想。等我想清楚了，我一定会回来。那你要想不清楚呢？不管我想，你也一定要想。你要是先想清楚，你就来找我。打死也不愿意再受这种相思之苦了。我原本以为婚姻很简单，可我没想到它太复杂，复杂的让人难以想象。婚姻就是两个人互相妥协的过程，关键就在于尺度和分寸的把握。